紧病啊，你来到我的房间啊。我特别要来买给你啉嘞。那有人这好笑啦？买凉的红酒，跟你说素素的，够太多的。你太多，你跟我讲。你问看卖，倒一个买凉的来有先素素的。是啊。老鼠，鼠来跟我写，你点我来吃人的水果。你不理耶？我爱你嘛，你去滚！我要吃菜，早起那啦，唔好随便来人的房间。我当陪你啊！你有够吵的，你来我的房间要陪我？我敢有跟你讲我需要人陪吗？阿妈，你头毛剃了吼，我替你剃。你这么喜欢你，我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你说你要读书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如果找读书，你会变戆，你会变书呆哦。读书变戆，我还没听过哈。你没听过哦，那是因为你没在社会走跳，像是我在走跳的人，我就知道。我走好走人，我没在我是走去走跳。你这样我没社会经验呢，真失败呢，你敢知道？我是思想问题，我无需要社会经验。哎呦，那呢你无爱社会经验，有一个经验你是绝对袂当出过，你敢知影？有啥物经验需要吸收嘛？当然是爱情的经验。你不要等一下，到底是什么人让你去等的？救命啊！
吼，你梦乖条的，我都无你的西条，你都上好，永远拢爱打出来，你只要一打出来，我无管你讲什么，我准备把你吊入去。好啊，你豆豆在外口手，我会当三工无出门的人。你才三工，无要紧。我拢叫有平台当来厝的就好了。所以你伫外口去啊？你莫烦恼，我一定会逐工甲你送咖啡，袂送互你一杯臭味的咖啡。你小妹敢那臭味臭味呢？最近在训练三板，啊好嘛。外口敢那无声音吗？以防万一，跳窗啊！出来外面洗洗的心情较轻松。